小小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，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？漂亮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，却找不到别人倾诉？聪明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，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？我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？亲爱的小孩，快快擦干你的泪珠，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的路。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，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？我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？亲爱的小孩，快快擦干你的泪珠，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的路。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？亲爱的小孩，快快擦干你的泪珠，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。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，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？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是3-1淘汰了意大利队。这个热门啊，大热门意大利队是倒在了朱女孩二位头上。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太给力，谢谢大家。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？你们的每一个人的亲爱的小孩，快快擦干你的泪珠，这是一种压力的释放啊。像今天攻防两端啊，都发挥的比较高的水平，走上回家。有可能他可能进了6轮的比赛。祝贺小雨。
希望小雨能够乘着这场比赛的胜利，后面越打越好。他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。还有没有哭？意大利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？没有，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。我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？亲爱的小孩，快快擦干你的泪珠，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的路。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？亲爱的小孩，快快擦干你的泪珠，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。